谁先等了？哎，你看我的样子，行不行啊？我刚喝了酒，哎。哎呀，没问题，漂亮，非常漂亮。你陪我一起去。 沈老先生，久仰大名，我是。哎，沈先生，你别这样嘛，我们出来谈生意的，开心点嘛。没想到，大上海现在谈生意都变成这般光景了。世风日下，秀同修。呵呵 三教九流，无奇不有。你要学会见怪不怪啊！来来来，坐坐坐。马路啊，生意谈法不通，不要耍小孩子脾气，嗯。石会长，我年轻的时候呢不懂事，不会识人。这么多年，我磕磕碰碰，终于明白一件事情。 有些人呢，是真心碰不得的，你说对吧，会长？这个有什么真心而言呀？沈老先生说的极是，来百乐门谈生意的，哪有什么真心真意的？啊，金山，今天谈的也算是正经生意。 小同兄啊，我今天呢是财技洋行的老板，正儿八经的来这里跟大家谈生意的。有什么正经事儿可谈呢？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顾盼路，这张小纸头虽然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经了你的手，还是脏。沈先生，逼一个黄花闺女做姨太太，也算是正人君子。我是不是正人君子？来啊！今天的酒有些烈，去换点淡的来。是，会长。沈先生，你听好了。 死心塌地要娶我妹妹的是你们家公子，你别想错了。你也给我听好了，只要是我活着，你就死了这条心。别说是做姨太太了，就是做个下等的佣人，你妹妹都不够资格。爸。 大姐，世爵，你看上的人家，是做不是人家，是我用我的心养活我们一家。 你为什么来这？爸。 世君啊，你现在就想好了跟这一家人纠缠一辈子了，你就想好了让我跟他们做亲家了。
敢不敢说你已经决定了这件事了？我就不明白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把我爱曼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父亲从来不会去那种地方的。你是在指责我吗？你想过吗？正是因为你的一意孤行，关键的时候放下龙泰，甩手不干，你的父亲就不得不替你去他不想去的地方和应酬那些他不想应酬的人，这是你的错。 你为了顾曼桢放弃了龙泰，正是你的所作所为，还让你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沈世钧，我不是你的父亲，但至于沈孝同，我有义务教育你。我早就放弃了对你的勉强，但目前的这种状况，我要求你必须做成承诺。你不想去做一个孝子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能放弃我的老友。梁叔太老。 龙泰还能指望谁呢？龙泰不开业，对于我而言是大业。沈兄啊，还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事情先不去想他。我时间不多了，龙泰不开业，我死不瞑目。哎呀，沈兄啊，放心，龙泰一定开业，一定开业。这次生命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 但是病人的身体就像一颗稻草，我们需要任何一点小小的刺激都有可能让他再次面临危险，所以在情绪上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波动。晓得了，谢谢了。你就这样一直守在我身旁，等着我醒过来吗？ 夜好冷，冷到让人心寒，到处都好静，静到让人害怕。四处空荡荡的，夜深了，连病患的哀嚎声都没了。想象着你陪着我的样子。 就能感觉到你的温度，那样炙热。好想你这样一直陪着我，就算我不醒来，也是幸福的。
真不知道出院后我们会面临什么。露露啊，醒了。昨天晚上啊，回来那么晚的，喝酒了吧？奶奶给你熬了点粥，啊，喝完再睡会儿啊。嗯。往这边看，很好。谢谢啊，医生。应该的。韩医生，看他这个样子，应该恢复的还不错吧？是啊，要不了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好，先走了。谢谢。玉玺哥哥，我要出院了，麻烦你跟马奶奶说一声呗。你先稍安勿躁，等你的主治大夫正式通知了，才意味着你可以回家了。可是这儿太贵了。妈妈跟姐姐每天这样来回奔波也挺辛苦的。我看你是觉得沈先生来回奔波很辛苦吧。一会儿姐姐就来了，这下你们可以很自然地见上一面了吧。哎，怎么一提到姐姐你就回避啊？玉警哥哥，其实姐姐……哦，对了，昨天晚上沈孝同突然发病被送进来了。他怎么了？要紧吗？暂时无碍。曼桢，你没有跟我说实话。我也没有骗过你啊。你知道的，我是一个不爱管闲事的人，但是关系到你，做哥哥的就必须得管。虽然我不知道那个龙泰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沈世金跟那个叫翠芝的是什么关系，但是我隐隐约约觉得，这就好像是小说里写的，富家公子哥为了追求爱情，因为身份和地位。世君他不是公子哥，他为我做了很多，你还是会祝福我的，不是吗？一般来说，医生在没有确定病症之前是不可能妄下结论的，更何况你的事情我还没搞清楚。我怎么能随便给你一个匆忙的答复呢？玉警哥哥，拜托你了，一定要尽全力的救他父亲。这个不需要你拜托，不管什么人，只要是他是病人，我就会全力救治，这是医生的本职。对不起，我说错了，我只是希望……好了，你也用不着这么惶恐，这么害怕。我现在可以向你保证的是，在我这儿，你很安全。如果你今天来不了，我就只能让梁叔来找你了。翠芝，你让我想想再回答你。龙泰后天就开业了，你让我怎么办？大圣师父说的话我一多半听不懂，梁叔问我的事情我只能说好，你觉得好就行。师君，我可以努力的学，但是我需要时间啊。师君，你说话呀。翠芝，你让我……曼桢，沈伯父怎么样了？他没事吧？说话呀。没事，都是老毛病，没事。到底怎么了？你们的表情都好奇怪啊。你先回病房休息。池君，你瞒不住的。怎么了？你应该好好去问问你姐姐。翠芝。姐姐？就是你姐姐把沈伯伯踢的病房就在百乐门。百乐门？不可能，我姐姐早就不在百乐门了，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亲眼所见，大姐确实在百乐门。不可能，她答应我不会回百乐门的。
是不是在骗我？他没有骗你，他说的都是真的。你姐姐就在百乐门。曼桢，我可以接受你，但是我忍受不了你姐姐所做的一切。我不是你这样说我姐姐，就是别吵了。曼桢，曼桢。你不应该相对翠芷的，她不应该像是我姐姐。哎，曼桢，翠芷她说的没有错，大姐确实在百乐门，我就在现场，我亲眼所见的。曼桢，百乐门这种地方不是说走就走的。那你也这样说姐姐吗？我告诉你，姐姐答应我不会回百乐门，她就一定不会回，我相信她。哪怕知道她是错的，你也要护着她，是不是？是不是？是。就算全世界都不原谅他，我会，不管他做了什么。我郭阳明从来都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而是男人心里的自私和贪欲。你现在认为我跟那些男人一样吗？现在不是，但愿以后也不是。动摇了，曼桢。你认为我迟早会跟他们一样的，是不是？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不起。他讲的没错，我失去了白兰。我是去谈生意的，我以为我从此就可以堂堂正正做个生意人。可是我没想到，在世人眼里，我还是百乐门那个舞女顾曼柔。对不起，曼桢。对不起。曼桢跟他姐姐一向感情很好，就别怪他了，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连累了大家。我在这儿等着你，不是想弄清楚谁对谁错，我只是想告诉你，龙泰现在真的非常需要你。我现在没有心情谈这些了。难道你都不想想沈伯伯吗？龙泰是他一辈子的指望，你难道想让他在病榻上还要为龙泰担心吗？石君，我们吃点苦不算什么，可是沈伯伯承受不起了。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我跟曼桢的爱情就好像被诅咒了一样？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努力，就好像是水中花，镜中月。很多事情，很多人，不是努力就会得来幸福的。也许上天早已注定，无论我们这些凡人再怎么挣扎，也只是徒劳无功。是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死，但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为了死而活着的。上天总是看着人们受苦，
却总是沉默不语啊。你的上天是要给我失恋才给我祝福的，为什么你的上天一定要牺牲我跟曼桢的爱情，才会换来我父亲多些时日的生命？太沉重。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跟曼桢有关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很重要。难得沈先生如此坦诚。我是个旁观者，感情这种事情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了。虽说做不到事事顺心，最起码也应该问心无愧吧。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只是希望曼桢能够幸福。我跟曼桢的事用不着你来操心。对不起，我要去工作了。他是谁？你们为什么会说到曼桢？陈深，你先回龙泰吧。你什么时候来龙泰？哦呦，这一回来发的什么邪火呀、啊？摔这个摔那个，不要钱的啦！真是的，轻点儿，我楼下说话他能听得见吗？你是不晓得啊。昨天晚上你没看见他，哎呦，画的跟个妖怪一样，就这么飘出去了。哎，我告诉你，他回来以后啊，哎呦，吐的嘞，往街里一踢死个呀，哎呦，吐的嘞，这个脸啊，像个小鬼一样，黄拉拉的。你说我昨天晚上看他都担心死。哎呦，哦哦，来来来，哦，我赢了，来来，赢什么赢啊，我的屎。有一个，那老是赢钱，我陪你玩了，真是。露露呀，昨天玉锦是不是给你气受了？奶奶，露露啊，你别难受啊。男人算个屁呀！啊，我们女人离了男人就不能活了。妈，你又扯到哪里去了呢？露露啊，这是奶奶的钱，你拿去。拿着，赢的算你的，输的算奶奶的。奶奶，赌场的钱不就是晚上的钱吗？我怕。哟，你怕什么呀？龌龊的。露露呀，我跟你讲啊，只要你活得理直气壮。露露，你千万别再想不开。去回那个百乐门啊，你谁也不欠的，只有老天爷和妈欠你的。是的。没错，我谁都不欠。四岁的时候就会背《弟子规》了。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我已经忘了。父母恩应勿还，父母命教教须敬听父母葬，须顺承
冬则问，夏则清，晨则喜，昏则定。明天，你一定要去。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对子女的爱是最无条件的，子女对父母的爱又何尝不是啊？因为父母是天，是地，是子女唯一的信赖和依靠的所在。如果我回去龙潭，我就无法拥抱你了。我懂。这就是我爱的你。我到底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才不会失去你？你为龙泰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要完成你父亲的心愿。明天，最不该缺席的人就是你。你要知道，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无论富贵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快乐或是痛苦，我也是。记者的辛苦费，明天的头条可捏在他们手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少爷，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情世故。啊，恭喜哈！辛苦了，谢谢。恭喜，谢谢，辛苦。恭喜。恭喜啊！杨叔，哎。伯父，你就放心吧。今天全上海滩都在议论咱们龙泰，
站在街那头啊，就能听到咱们龙泰的人声鼎沸呢。店里人多的呀，哎，你知道吗？梁叔准备的茶点都不够用了。梁叔把上海当成南京了，没见过什么世面。史君应该提醒他才是。世君今天也累坏了，忙前忙后的，把嗓子都累哑了。世君，世君。啊。以后啊，你也不要老在这儿待着。龙泰刚开业，那边事儿多。爸，龙泰有梁叔，如今翠芝也慢慢上手了。况且，石伯父他也从来没有放过手，有我没我是一样的。话不能这么说。你是龙泰的经理，龙泰就如同是你的儿子，养儿一日就要照看一世，谁都一样。论理我还应该叫世君师父呢。这我可承受不起。受得起，受得起，你早点教会我就好啊。就这张吧，怎么样？慧珍，一看就是天生一对儿。算了吧你，你恨不得把沈世军扔到黄浦江里去吧。慧珍，你看你说的，怎么会怎么会呢？还不晓得你吗？哎呀，慧珍，为了会长，我肝脑涂地。一定要登到报纸的头版，还要起一个醒目的题目。会长，这题目我想好了。龙泰，龙泰，上海之爱。还有，龙泰皮货，雄霸上海滩。有，还有。算了算了，就你这个脑子，想不出什么好词儿来。是是。哎，年轻就是好啊。